是燕子，今天给大家做一下冲锋步的分解。三个奔跑，一、二、三，打开，然后收，收脚，合起来收脚，然后后蹬，卡步，然后收，然后再打开，收，后蹬，然后收，打开，收，后蹬，收，结束。看一下背面的啊，一、二、三，打开，先把步子打开，然后两个脚收拢，再往后做一个后卡步，然后收起来，再做一个打开，然后收起来，做一个后卡步，收起来，再打开，连做三个啊，然后收。后卡，收，打开，收，后卡。